陈虎，资料照。记者吴清正台中报道，中信兄弟原本有意在下周把陈虎叫上一军，但是昨天陈虎在二军先发后出现手臂紧绷的情形，上一军时程被迫延后。中信总教练史奈德表示，原本希望陈虎今年可以在一军先发几场，但最近状况比较多，如果昨天的先发测试没问题，下周就可能把他叫上一军，但是他投球后手臂不适，只好再继续观察。陈虎昨天先发出战 Lamigo 桃园二军，投三局被击出三支安打，失一分，投出四次四坏球，一次三振。史奈德表示，如果陈虎下一场二军能顺利投完五六局，第二天身体也没有状况，就会把陈虎叫上一军。